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四级考试。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四级考试。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四级考试。HSK 四级听力考试分三部分，共45题。请大家注意，听力考试现在开始。第一部分，一共10个题，每题听一次。例如，我想去办个信用卡，今天下午你有时间吗？陪我去一趟银行。他打算下午去银行。现在我很少看电视，其中一个原因是广告太多了，不管什么时间，也不管什么节目，只要你打开电视，总能看到那么多的广告，浪费我的时间。他喜欢看电视广告。现在开始第一题。一，你说的这个人我有点印象，我记得他高高瘦瘦的，好像还戴着眼镜，但是我想不起来他叫什么名字了。那个人个子很矮。二，这个公园晚上有表演，会很热闹。我们先去附近吃点东西，然后再过来看看，放松一下。公园晚上禁止入内。三，昨天是母亲节。当六岁的儿子拿着自己做的礼物，对他妈妈说节日快乐时，妻子感动得都要哭了。礼物是儿子自己做的。四，去郊外玩，一定要多准备几个塑料袋。这样即使周围没有垃圾桶，也不用担心没地方放垃圾。去郊外玩要多带塑料袋。五，我的手机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，别人给我打电话总是占线，而且连短信都发不出去，真让人着急。他的手表坏了。六，别看这家小吃店不大，可在我们这儿非常有名，每天一大早就有很多人来排队买包子。早上买包子的顾客很多。七，有幽默感的人更容易成功，因为他们不管遇到什么困难，都能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。幽默的人能积极地解决问题。八，这份表格里面有很多数字，任何一个地方不准确，都会影响最后的结果。我得一遍遍的检查，所以花了很长时间才做好。表格需要仔细检查。
九。下完这场雨，天气凉快了不少，空气也更新鲜了。咱们明天叫上小王一起去爬山吧，大家很久没见面了，正好聚一聚。他想找小王打网球。十，穷家富路这个词的意思是，平时在家可以节约一些，但出门在外应该多带些钱，因为路上很可能会遇到急需用钱的情况。出门在外要节约。第二部分，一共15个题，每题听一次。例如，该加油了，去机场的路上有加油站吗？有，你放心吧。难的主要是什么意思？现在开始第11题。11，这周末我要去爬长城，能借用一下你的相机吗？当然可以，你的还没修好吗？男的想向女的借哪样东西？12，您演这部电影最大的困难是什么？从20几岁的小伙子演到80岁的老人，这对我来说还是挺难的。难的最可能是干什么的？13，这几天我一吃酸的或者辣的就牙疼。你试试这个中药牙膏，我之前也这样，坚持用一段时间后好多了。女的建议男的怎么做？14，你们学校什么时候放寒假？还没通知呢，大概在1月底吧。他们在讨论什么？15，这个号码是空号。难道这个服务电话暂停使用了？你再试试另外一个。女的让男的怎么做？16，你好，我要去国家图书馆，是乘坐这趟地铁吗？不是，方向反了，您得坐对面那趟。他们现在在哪儿？17，这些旧家具怎么办？
新房里实在放不下了。等我问问小云，她不久前刚租了房子，应该还缺些家具。女的是什么意思？18，这本书的作者竟然是个刚毕业的学生。是啊，我也很吃惊，书中的语言真不像他这个年龄能写出来的。关于那本书的作者，可以知道什么？19，小丽，这瓶葡萄酒的味道真不错，你在哪儿买的？是我同事去国外出差带回来的。葡萄酒是谁给小丽的？20，黄河网最近在招聘，你报名了吗？我已经在网上提交申请了。关于男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21，你这么快就想出答案了？我提前预习过，所以您讲这个数学题时，我很容易就理解了。他们最可能在哪儿？22，我忘带钱包了，你能借我点现金吗？我只带了一些零钱，恐怕不够，我直接帮你刷卡吧。女的怎么了？23，喂，我刚才没听到手机响，你找我有事？我就是提醒你按时出发，千万别迟到了。女的为什么给男的打电话？24，这次的任务不简单，我觉得压力很大。放轻松，我对你很有信心，你也不要怀疑自己的能力。男的觉得女的怎么样？25，你觉得李元和张扬谁会赢？他俩水平差不多，但李元的参赛经验更丰富。不过，比赛才进行了一半，结果还很难说。他们最可能在做什么？第3部分，一共20个题，
每题听一次。例如，把这个材料复印五份，一会儿拿到会议室发给大家。好的，会议是下午3点吗？改了，3点半，推迟了半个小时。好，602会议室没变吧？对，没变。会议几点开始？现在开始第26题。26，你醒了，感觉好些了吗？好多了，没有昨晚那么难受了。估计是药起作用了。应该是，我觉得现在已经不发烧了。男的昨晚怎么了？27，你看到我新买的黑皮鞋了吗？在床底下呢。我到处找都没找到，原来在这儿。你今天怎么穿得这么正式？我下午有个重要的活动。男的为什么穿得那么正式？28，盒子里面是什么呀？真香。是我买的烤鸭，很好吃，来吃点儿。算了，我正减肥呢，晚上最好还是不吃。没关系，少吃点儿不会胖的，吃完我陪你去跑步。盒子里面是什么？29，奶奶，我这儿有2张京剧演出的票，您和爷爷去看吧。什么时候的？礼拜天晚上7点半，在首都剧院，座位还是3排的呢。好啊，你爷爷肯定很开心。演出是哪天的？30，把窗户打开吧，让阳光照进来。好的，天气这么好，咱们去打会儿羽毛球吧。也行，那等我回来再收拾房间。好，我去拿羽毛球。男的建议去做什么？31，刚才和你打招呼的男孩是谁？白教授的孙子呀，你没认出来？是他呀，我说怎么看着那么眼熟呢？好多年没见了，他现在个子高了，样子也变化很大。关于那个男孩，下列哪个正确？32，明天中午的聚会你去吗？去，不过我可能稍微晚点到。你最近生意很忙？对，我明天上午要先去机场接几位客人。
男的为什么会晚到？33。这杯牛奶怎么有点咸呢？我尝尝。你不会是把盐当成糖了吧？好像是。我重新给你倒一杯吧。他们在喝什么？34。你帮我把这张画挂在客厅里吧。没问题，这画很有趣，你在哪儿买的？不是买的，是一个画家朋友送的。是吗？他画的可真棒。女的想把画挂在哪儿？35。我想报下个月9号的旅行团，现在交签证材料还来得及吗？来得及，您把材料给我吧。除了这些，还需要交其他材料吗？您还要填一下这张表，再交2张照片。除了那些材料，男的还需要提供什么？第36到37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。搬到郊区住是我和妻子经过仔细考虑之后做出的决定，因为再过几个月我们的孩子就要出生了，我们俩都觉得郊区比较安静，空气质量也很好，孩子在那儿长大会更健康。36。关于说话人，可以知道什么？37。说话人觉得郊区怎么样？第38到39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。对于大多数人来说，一秒钟也许并不重要，因为人们很难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做成什么事情。然而，对短跑运动员来说，一秒钟却很关键。要想使成绩提高一秒，是非常困难的事。为了加快速度，他们必须加倍努力地练习。38。大多数人觉得什么不重要？39。根据这段话，短跑运动员比较重视什么？第40到41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。今年夏天，中国好声音节目已进入第3季。参加这个唱歌比赛的
不仅有还没走出校门的年轻人，也有40多岁的中年人。尽管他们来自天南海北，年龄、职业各不相同，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理想，站在这里，用歌声告诉世界自己对音乐的喜爱。40，关于参赛者，可以知道什么？41，那些人参赛的共同原因是什么？42到43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。电影已经结束。请各位观众按照顺序离开影院，并且请您将自己座位上的矿泉水瓶、饼干袋等垃圾一起带走。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理解与支持，欢迎您下次再来。42，电影结束后，观众应该怎么做？43，这段话主要想告诉我们什么？44到45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。面试中做自我介绍时，首先态度要认真，其次不要每个方面都详细介绍，应该有重点的谈，例如主要谈谈自己的优点、工作经历等，并且要向面试你的人表示自己对这份工作很感兴趣，愿意为公司出力。44，介绍自己时首先应该怎么样？45，这段话主要谈的是什么？听力考试现在结束。